就看卫星世界，咱家的风水。维新宗花莲道场的260名阿美族同修，以热情与活力表演天人共舞，全民同欢。现在是台湾医学界、科技界、中华民族联合祭祖总会、义经大学师训班及各班级贤士干部祭祖。拜！祝我中华儿女皆平安。再拜！祝我中华儿女皆健康。愿我中华儿女皆富有。我们谢谢台湾医学界、科技界祭祖团代表，谢谢。说完，献会叫三千。再拜！愿我祖德流芳，大孝扬世间。三拜！愿我中华儿女亲情发善心。我
们谢谢祭祖总会全体员工工作人员深潭祭祖，谢谢。我们学习中华文化道统《易经》它的妙用之处。咱的意志坚，咱的学习坚，为国家坚守道，为同胞来祈祷，大家好一点，做人处处好安心。易经。祭祖大典即将圆满，在这光明幸福的时刻，由易经大学修道同修苏立恭请祭祖大典主席混元禅师深谈主持，一心奉送列祖列宗圣灵灵归净土。现在恭请宗主恭念奉诵祭文。岁根岁月，诸多流芳，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。奉送祖灵祭文，中华始祖先年皇帝祖，神龙炎帝祖，九黎蚩尤帝祖，万姓列祖列宗，天祖帝王总统朱建宁，祝祝会场见闻中华儿女心声。
五千年来悲怨怒吼，战斗干戈不息，实非先祖所愿。唯今启见祭祖大典，福望列祖列宗圣灵，大发悲心，悟成恨怨，了无生起。今日香花斋食，供养欢送赞叹，六尘共事，互骗庄严，一一表达中华儿女爱好血肉亲情，本属圆融，此日四时，皆应欢喜信受，此事已经圆满祭祖心仪，中华儿女千心奉送，列祖圣灵回归极乐净土，是为本愿。宗主开示，人的本性叫阿弥陀，我们的祖先灵性也叫阿弥陀，所以今日我们大家已经觉醒自性是阿弥陀时，大家都是阿弥陀的化身。全体中华儿女心中观想我们的列祖列宗觉灵，乘坐云彩，乘坐彩霞之光。喂，乘坐莲台，一一升空，往西方极乐世界净土而去。灵归净土，为信宗宗主慧念禅师率中华民族
儿女于2008年1月1日在台湾净土林口大体育馆全体千心奉送。现在请大家念佛恭送祖灵。光明幸福的未来。
各位平安吉祥，事事如意。我们明年再会。